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韩国语实用生活口语第65课，我们现在开始。这个帽子再大一点的尺寸没有吗？이 모자 더 큰 사이즈 없어요？이 모자 더 큰 사이즈 없어요？이 모자 더 큰 사이즈 없어요？那边中间的衣服多少钱？저기가운데있는옷이얼마예요？저기가운데있는옷이얼마예요？저기가운데있는옷이얼마예요？人生一定需要的东西是什么？인생에꼭필요한것이뭐예요？인생에꼭필요한것이뭐예요？인생에꼭필요한것이뭐예요？戴口罩很重要。마스크를쓰는것이아주중요해요。마스크를쓰는것이아주중요해요。마스크를쓰는것이아주중요해요。朋友们都有手机，就我没有。친구들이다핸드폰가지고있어요，저만없어요。친구들이다핸드폰가지고있어요。저만없어요。친구들이다핸드폰가지고있어요。저만없어요。最近没有电脑，不能工作。요즘컴퓨터없이일을못해요。요즘컴퓨터없이일을못해요。요즘컴퓨터없이일을못해요。朋友没有驾照开车。친구가운전면허증없이운전을해요。친구가운전면허증없이운전을해요。친구가운전면허증없이운전을해요。驾照考试很难。운전면허시험너무어려워요。운전면허시험너무어려워요。운전면허시험너무어려워요。只是认识的邻居哥哥，不是男朋友。그냥아는동네오빠예요，남친아니에요。그냥아는동네오빠예요，남친아니에요。그냥아는동네오빠예요，남친아니에요。想谈电视剧一样的恋爱。드라마같은연애를하고싶어요。드라마같은연애를하고싶어요。드라마같은연애를하고싶어요。好，小伙伴们，每天坚持一点点，进步一点点，下期见。